实蛮早就进门，对，我觉得超级啥细节也太啥，对对，我也是。对呀，其实看过这么多狗都很好画，嗯，其实我们家狗挺乐意，它有时候不乐意分两圈也不会怎么样。这么小的狗不吼，吼它吼的它就躲在一边，嗯，反正特别小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365天都在叫。但是还好他的毛比较短，都是短的。雷娜比娜，哎，管着他没事。雷娜，嗯，没事。雷娜，看没？这样就去草地上玩了。雷娜，看。5 minutes later。和扑斗的混的哦，那我就没见过。黑的，哦，这个我就它看起来就不像扑斗，但它更像扑斗。哦，这种真的，嗯，我觉得这种就是完美的狗了。它体型不小，不掉毛，不臭，对对对，然后性格特别好。嗯，拉布拉多和混的更性格更好一点。对，拉布拉多因为它跟一毛一样，都是有区分嘛，就特别那种友善的。嗯，但它很爱叫，很爱叫。我们家这个爱叫，爱叫。如果它在我这边的话，他会一直叫吗？哦，那不会，就像刚刚这样。他遇到事情就会叫，对对对，不会有任何的特别的 talkative。啊，他就会这样，比如说他会喊着过来玩，他追不上他。哦，男孩女孩啊？女孩。哦，这里也是个姑娘。啊，他已经绝育过了。你把他绝育了？啊，对。哎呦，我舍不得。但不绝育的话，不说那个就会出去公狗闻味儿，就会追他。没办法，这个姑娘还没绝育。他太小了。哦。对，那天我就有一个小男孩想过来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怕这姑娘要跟出事是吧？对，那因为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金毛，就是没绝育公狗，有一天就闻着味儿老远了去找另一只小狗。那几只狗我们都认得嘛，老远带。Emotional damage.